球衣编号刚好少年哥林明义。现在登场的是我们工程师的进攻箭头，新竹地方妈妈的最爱，五号总理宋宇轩。篮球视野，精灵系的阳光控卫，球衣编号九号，小田田浩。接着登场的是我们球队的老大哥，休息室的精神领袖，54号男子汉吴乃豪。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防守悍将小顺，肖顺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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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了新竹街头工程师先到的名单 Starting Five。准备一起来咯，